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胜利，欢迎回来我们的宅男的人间冒险啦，耶哈，又在开始这段奇妙的冒险啦。上一次呢，我们主角去到动漫展，跟女角一起逛街嘛，一起抓小偷那些的，然后跑到厕所去上厕所，结果上个厕所的马桶就飞天飞到外太空去了，女角也跟着一起啊，然后还遇到了外星人，外星人呢还给了我们奇怪的食物，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想办法离开那个太空船啊，对，我们被外星人给绑架了，用马桶绑架的。哇哦，好奇怪的绑架方式 啊！这个食物干嘛、啊？拿到外星美食了，闻起来也很臭，一点食欲都没有啊！也许之后可以贿赂别人吧？对啊，拿着，这边有一个凹槽呢，有一个洞，是不是可以放什么东西进去啊 ？OK， 把这个录音笔，哦，录音笔放进去了，哎，这个幻想眼神变不一样了，碰一下试试看吧。哇，出现一个暗格了，什么都没有呢，好，摸到一个透明的东西啦。到底是什么呢？拍照拍照啊！哇，出现一个东西了，这太神奇了吧！这估计是外星科技啦，然后地球科技给破解哈。太空扳手，扳手长这样。扳手的话是用在这个吗？用这扳手扭开这个光源之吗？啊！哇！啊！快快哦！快后退，快后退！什么东西啊？好恶心啊！我也不知道啊。总之，你最好不要靠近那里，小心被咬到。哇哦，变怪怪的。OK， 就是这个一直在吃我们大便的吧？给他吃这个吧。给你吃，来，试试让他吃这个。你知道你在干嘛吗？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哇，他两下吃完了呢。有什么变化吗？好像没有呢。再给他吃多一个吧。来，你这样做是什么用意吗？因为好像你没别的事情做的啊，或许这样可以找出逃脱这里的方法、啊。哎，抓事情毫无逻辑可言啊，你是不是密室解谜玩游戏玩太多了？以为只要不断把道具放进去，就有不同的地方打开吗？妈，我听见什么？不是，怎么知道？哎，不要说知道，白痴！哦，霸气！喂，我会用吗？我干嘛？你咩都做唔好，连啲化妆都系埋怪物啊！啊，你不是说不要吃吗？但系而家真系咩都冇得食啊嘛！啊，那什么？等下！啊！是什么事啊？他的手怎么可以伸这么长？我难顶了，我难顶啊！我们好像被人抓过去了。完全掰不开手臂啊！我们被带去哪儿了？我要死啦！快点放手！再见！快点走啊！哇，想不到你牙齿这么有力啊！不要告诉我，你好快点啊！你该不会想吃外星人吧？你肚子饿了？啊！我最快啦！你快点找个地方匿埋啊！我躲去哪儿了？出现一个死胡同了！点算啊！再唔谂计就会被人捉住啦！喂，你看这是什么？你做得人睇地道？这东西貌似能套到我们手臂上哎！这真系点啊？仲可以横穿缝墙咯！快啲睇下有冇其他路啦！这套装备好似能帮我们打扰外星人？咁你快啲做啦！我哋转头开片。哇！我有必周炎穿不来啦！哎呀呀！唔落噶，我嚟啫。怎么办啊？这东西好重啊！我右手调转咗啊！没关系啊，左手都一样的嘛。忍住你个头啊！这撞上了呢，快点挥起拳看看啊！有听我说吗？太重了，完全用唔到。啊！怎么办？那个外星人冲进来了呢！快睇，头先望墙度仲挂住个嘢，是游戏手柄。这好像不是玩游戏的时候啦！唔好废话啦，你揿下啲掣睇下冇用啦。那我按啦，按啦。喐到啦，咁就有噶啦。那我就咁操作，你去把外星人打趴啦。唔好乱咁操作哦，用埋你个猪脑啊！遵命，大王，来吧，决斗外星人来吧！呵。绿色，绿色是防守啊，绿色是防御 ，OK。哦，
看准时机 ，OK， 防御之后打。啊，防御之后连击 ，OK， 来吧，哼，来吧，生死决斗来了，哼，防御重击，耶！辛苦你了，你真的太厉害了。哎，小意思啦，呢啲程度难唔到我嘅。但是你最好不要忘记是我来操作的哦。哎呦 ，OK， 咁你嚟着呢件嘢咯。啊不不不，我说我有肩周炎啊。啊，大家好。咩人嚟噶？你是什么人？小心我们叫你啊！啊，大家别激动，我是好人啦。每次我登场，就提醒大家记得 safe。我走啦，拜拜。嗯？哎、欸？莫名其妙，我感觉他应该是个好人啦。今天为什么被我们打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看看有没有回到地球的方法。哎、欸，好像有点不对劲啊！外星人背部好像有东西凸起来呢。哎、欸，这怎么回事？那边什么？整个背部骨折呢？啊！什么东西跑出来了？看样子还在继续战斗啊！而且感觉不好欺负的样子。来吧，决斗 ！Second round， 哎、欸，延迟攻击 ，OK。啊，吓死了！防御 ，OK。等，大嘴巴，防御！哎，不行，哎，失败，完了！太劲啦，对手实在太劲啦。我好似已经冇力啦！你没事吧？不要勉强自己啊！不行的话，我们再赶紧逃跑吧！哎，怎么我在浮空啊？啊，不对啊！我现在往下掉了！好臭啊，好臭啊！为什么这里这么臭的？哇！怎么会掉这里来的啊？衣服全部都弄脏了，好想哭啊！啊，对了，古恒乔也呢？难道只我一个掉在这里吗？这边有一个窗，看一下现在什么情况啊？啊，那个是一个巨型垃圾桶，废墟好像在往那边排放垃圾的样子啊！想不到外太空也蛮守秩序的嘛。嗯，哎呀，真臭死了！请注意，三分钟后将会排放垃圾，排放期间会暂时关闭厨余间通道。播报完毕。Oh shit！ 哦、oh, ，我真的是 shit 的，现在惨啦！怎么办？我在人在塞迪这里了哦。OK， 这边有一个电脑，看到。OK， 电脑，欢迎使用垃圾处理间终端器。OK， 你是否误闯进垃圾间处理间了呢？只要回答几个尝试题就可以逃离。OK， 一加一等于二，对。啊，我来哦！不好意思，重新尝试。OK， 一加一等于二，不对啊。太阳是生物吗？不是，对，为什么啦？绿色还是正确的，只是他们打叉是正确的。OK， 打叉是对。太阳不是生物，生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吗？啊，对。对面不是香的，爱情人带来快乐吗？能。啊哈，可以，一天二十小时，对。人类是高等生物吗？对。你确定要离开垃圾桶吗？对。哎，为什么？还有不确定的，我确定要离开垃圾间，对，还是我们可以等时间到掉下去看一下，剩下五秒了 ，Oh my god， 来，时间到会怎么样啊？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宇宙是我家，清洁靠大家，共创美好文明太空，不要让我们的家园成为垃圾场，再见了各位。我是垃圾，为什么是垃圾啊？这怎么结论了？Thank you for being， 我是垃圾，让我念我是垃圾的，好了，我们正常回答，我不是垃圾，嘿，你确定要离开垃圾间处理器吗？好了，不对啦，我们要离开啦，但是我回答正确了，现在我也打开逃生通道啊，我太聪明了，连宇宙常识题我都会答。赶紧在垃圾排放之前爬上去吧！终于爬上来了，算是捡回一命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有这些奇怪东西？好像是个囚禁不同外星人的地方啊，看看有没有古恒条野的线索吧。古恒条野这个名称呢非常的奇怪啊，古恒条野呢在广东的发音呢就是粤语的发音呢就指那边很硬的意思啊，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这个名字，哈哈，怪怪的他的名字，但是很符合这个作品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外星人是我们的外星人，你有钱吗？可以借我钱吗？借了钱外星人。第二个是有点饿了，想吃人类的肉，吃人的。然后第三个是你好，你要跟我玩游戏吗？一个开心一个伤心的外星人。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你没事吧？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听得到啊？好像晕过去，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 OK， 所以我们只需按按钮就可以了吗？按键没有反应，线断了，电线断了。 OK， 你为什么这么这什么台词啊？这台词也太厉害了吧！出电死了！结局，被电死了啦！为什么用手去摸呢？你这个白痴 ！OK， 可是第二个这个是会杀人的吧？我也想放放看呗，放放看一下。阿呸！阿耶！为什么把它放出来？他明明好好的关在里面。现在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哇！只好任由他宰割，认命了，被吃掉了。好心没好报，这个外星人啊，没有道德的外星人呢！难怪刚刚在那个粪池那边有一个尝试题是说人类是高等生物吗？他也认同啊。我们真是高等生物呢，比起这些外星人。OK， fine， 那么借钱外星人，你要出来吗 ？OK， 出来呢。我想要钱，你有没有钱啊？钱？你要钱来干嘛？如果你给我钱，我可以帮你修复任何电子设备。当然，我要的是流通太阳系的太阳币啊。太阳币是什么？那么这个呢？这是要玩游戏的，也许玩了会有钱拿。出来吧！要跟我玩猜拳吗？猜拳？对啊！如果赢了我，我会给你太阳币。这么好啊？那太简单了吧？但是你不可能赢的。要挑战吗？我感觉他们会一个人会出石头，一个人会出布。好的，捡到石头，捡到。喂，你太菜了，走吧，欢迎再来挑战。这个呢？关灯哦，关灯了呢。关灯会怎么样？这个关电应该是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才关的吧？对，要修复那个电的时候不可以乱摸啊。再对视啊，捡到石头，石头，捡到。不，要快点，要跟他比速度啊！来，我去知道的，你这个贱人！耶，赢了！你刚刚好像作弊哦？没有，他没作弊，他明明就作弊了。娱乐嘛，不要这么计较，一个开心一个伤心。来，这是太阳币，耶，我要太阳币了。你是很多钱吗？你管我啊！吵架打架，我要看你们打架。给你钱哦，来钱，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闪亮亮的画币就像太阳一样温暖，谢你了。我们应该是要先关电 ，OK， 然后再用这个打开，得到坏掉电线哦，要拿出来给他修复来，来给你修复电线来修，我是最守信用的，答应关的事情一定给你办妥。等我十秒钟。不会用脾气的吧？修复的电线 ，OK， 好的，谢谢你，你太厉害了啊！谢谢你的钱 ，OK， 好的，再关电 ，OK， 放回去了，开电 ，OK， 我们修好了啊！你看修好了 ，OK， 来，出来吧，没啊，你没事吧？我现在马上来救你了，头痛，你醒来吗？呢度。呢度系边度啊？你被洗脑了吗？你的眼睛，你没事，太好了，身上好多屎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如果这时候你不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一个人实在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现在你没事，我真的放心多了。啊！你要走啊！你快啲同我拉开！
不好意思，我刚刚被丢去垃圾场了，那是粪池，不叫垃圾场。好不容易才跑回来这里找你。嘿，兄弟，我这刚有一套人类的衣服，你换上吧。哦，啊，你真是太好了。没事，因为我刚刚也差点受不住你的味道，快要吐了。你该不会是用鼻涕缝了吧？哎，谢谢你，赶紧换上吧。你换咗件衫，而家好得多啦。但我身上太臭啦。也是嘛。不好意思，就算我很臭，后面那个独眼怪还是想要吃我啊！我之前不小心被丢到垃圾场了、啊。垃圾场？你点翻嚟噶？我摔化场啊！总之就是很不容易啊。对了，你没事吧？我刚刚看到你晕倒在里面，哇！你被打败了呢，哎，我很担心你啊。咁嘅，其实我冇咩大碍。啊？你唔使咁担心我。他没有打你吗？啊，没事就好了啊。那么我们继续前进吧。看看有没有逃走的方法。哦，好啊。OK， 因为那个打败你的手机，它是张大很大的嘴巴的、啊。啊，哇哦，你看，是太空船呢。估计我们可以坐这个回到地球啊。系、哦，真系太好船啦！我哋快啲入去睇下。这里有屎意，走吧。可是为什么外星人的科技很落后吗？怎么是用喷射机的？怎么后面是装那个喷射器的，而不是用悬浮的？成功进来了，连门都没有锁，轻松进来了，感觉很顺利啊。不过我们得想办法怎么启动，哈呀呀！但系睇落去好复杂喎、哦，就算识得启动，你识得揸太空船咩？现在只能临时抱佛脚了，难道还想办法啦？的确冇其他办法。有，联合其他刚刚我们放出来的外星人，那不如一起研究怎么启动飞船吧。好啦，我哋一齐研究下啦。来吧。OK， 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不求救刚刚我们救出来的人呢？我们救出来的人他们不要逃跑吗？这边有按钮，红色的，按下去，拉下来。哦，启动！哇，被他启动了！哇，中了啦！耶、yeah! ！太空的计划。好像失败了，还以为坐上太空船就万无一失，结果你连门都没有打开啊，飞船就这样彻底的毁了，警报也响起了，看来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逃走了。哦不，注意开门啊！是我们启动成功了。只是没有开门而已，我们只需要下船然后去开门就可以了。 OK， 看一下左边有什么。 OK， 我们下来了，我们需要先开门啊。右边是哦，地球呢？哇，这可以看到地球啊，好想快点回去，为什么会被带来这么远的地方呢？哎，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带我们。但是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也不太清楚。哎，不如我们按按看好了。原来我只要轻轻的按一下这个按键，就把我的家园毁灭了。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啊，所有地球上的同胞，我真的是不小心的啦。这个小船怎么会有杀伤力这么大的东西的？好奇害死猫，害死人了吧，全人类了吧？一个小小的企鹅飞船有这么大的炮，不合理吧？好，不要碰。右边还有什么？哦，有小鸭呢！哇哦，小鸭进去看一下，可以进去里面呢。哦，这是一把太空船。要不我们坐这个飞船离开吧？好像不行哎，里面只能坐一个人，空间太小了。那太可惜了啦！哎呀，好可惜呀。那右边呢？是门 ，OK。哎，你看上面写着什么？你不会自己看吗？上面写的全是外星文字，我怎么看得懂啊？也对。咦，怎么好像记得在垃圾场我看得懂文字啊？哦，啊，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也许有翻译机。哦，上面按钮是什么 ？What the hell？ 啊，被吸出去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啊！氧气，没有氧气啊！哇！Oh shit!
吸不了。胡乱开门，哎，上面按钮是按下面的，那我们直接按下面的按钮会怎么样？直接按下面的按钮，按，哎，哦，迷你按钮可以拿的呢，那我按这个会怎样？哦，哎，啊啊啊，好像什么东西启动声音耶，哎，哦，哦，启动成功了吗？那这个按钮呢？啊，这个按钮是开门的，我们上飞船再开门的 ，OK。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到底启动了什么？这个？这用手伸长的，我们过去看一下，继续往右边走，哦，绕回来了，因为那个按钮是把飞船降到下面那一层哦，啊，这什么意思啊？感觉下面一层是真正的飞船的通道啊，我好像还是不太懂哎，不解释了，下去吧 ，OK， 走吧，哈，果然没错呢，这也称作飞船出发吧，嗯，可以吧，应该可以吧 ，Let's go， 然后先坐在上面，然后我们先启动这个按钮，启动。哦哦，这边没有门了，这边我们就直接启动就好了。启动按钮，加油！哦哦哦 ，yes yes yes， 真成功启动飞船了，而且操作非常简单啊，控制界面十分人性化，一看就懂怎么操作了，外星科技牛逼！哇，地球来了，外太空的生活我受够了，外星人什么的太讨厌了。咁我哋仲有几耐翻到地球啊？我看看啦、啊，估计这个速度的话，应该五个小时就能回去了。五个钟，很久吗？你觉得？可是我们从马桶那边喷过来不用几秒吧？不然我们早就死在太空中了。没，我都好快啊！只要五个钟就可以翻到地球，我而家好兴奋啊！哇！耶！耶！哇！啊！跟住落嚟呢五个钟就喺度晒下时间啦。好啊好啊，打发一下时间，怎么打发？你食唔食番枝烟啊？喂，吸烟有害健康啦，而且密闭空间比较稀，还有不要在这里抽烟好不好？很不通风啊！你好烦啊！话晒我哋都成功走甩啦，俾我食番枝都唔得咯喎！行，抽完这根不要再抽了 ，OK？ 知道啦。一个小时后。喂，到未啊？还没。好无聊啊！我哋仲有几耐到啊？还有四个小时。咩话？只过咗一个钟。慢慢啲啊！你不是说很快吗？倾下偈，打发时间好冇？你想聊什么啊？例如翻嚟之后你想做咩咯？干你！我是说跟你一起去继续逛动漫展，对？啊，不如你先说说。我翻嚟嘅话，第一时间梗系翻屋企冲凉，瞓翻个大觉，跟住瞓醒就出去玩啦，打游戏啊！回去后也是无家可归啊！对呢，哎、欸啊，我昨天家里火灾，我没有地方去了。不过幸运的是，我平时自己住，并没有人员伤亡啊。啊？点会突然间火烛噶？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回去地球之后，我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啊。不如暂时留地住啊。啊！怎么办？这样？不是，你放心，让我这样一个死宅过去住。有乜嘢唔放心啊？同你一齐呢一日虽然时间唔系好长，不过我觉得你都几靠得住。对好，我们才经过一天而已，虽然我们经过很多天才看完，但是他们只经过一天而已。那我就答应了。要依咁话 ？Oh my god！ 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吗？系啊，不过屋企有啲乱，到时唔好见怪喎。哦，可以试试吗？不会不会，有地方让我住已经很感恩了。不过我屋企有好多游戏机，到时可以一起玩啦。仲有好多好多嘅零食。汽水啦，薯片啦，如果想饮咧，仲有啤酒添啊！等下，你怎么好像在立 flag 啊？这个好像是每部动漫里面即将要死人会说的话呢。哇，你平时过的是什么糜烂的日子啊？心急嘅白人生活。真的太棒了！反正平时都冇咩做，你嚟咗可能就开心啲。有时一个人真系几无聊噶。跟我一样，我也是经常爱自己一个人啊，每天待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不会出门。冇事会去沟女咩？这别说把妹了，就连跟我能聊天的女生都没有啊！我唔系啊，你是第一个了。不如试下同我交往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我刚刚是有点幻听呢。我系话，不如试下同我交往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你向我告白？诶，我好像按到什么按钮？啊！是
这一间逃生按钮，怎么这个非常大逃生按钮的、啊？李子爷，还没锁的。啊 ！No！ 为了 hell， 找个安全地方降落。OK。不要白痴啊！告白的时候就好做着接受嘛哦，怎么回事的？这么多东西，还有流星在飞呢，你看。哎呀呀呀！完了！等下！啊！这次真的是意外，是意外。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把自己弹射出去呢？明明春天才刚刚开始，我还没有感受到这季节的温暖，怎么冬天就马上来了？我觉得很冷，比以往的冬天还要冷，因为你那是死掉的冷啊，冰冷的宇宙，啊，才刚爬到美。